接下来我们介绍还是辛亥苦学法啊，它的这个用意是什么，这也是仲景的学术思想啊一种集中体现。这个立论根据呢，我们可以考虑就是素问之真药大论里面关于中药的这个四气五味啊，它按照阴阳属性来分类呢，就是心肝发散为阳，这个酸苦涌泻为阴，是吧？心肝的药物发散为阳，酸苦呢涌泻为阴。那么苦寒的药，比方在这个里面举的是黄芩黄连，是吧？黄芩黄连，我刚才说了，它清热燥湿啊，泻火解毒啊，这两个方面了吧？除此而外，兼阴止痢，是吧？兼阴止痢。这也是苦寒药的啊独特作用。还有呢，它也有健胃作用，比方临床很多医生都知道黄连五颗有健胃的作用，量多了那你就得去考虑它的治疗作用。这个海外的人他为了保健，有的时候呢他就定期的用一点苦寒药，就像黄连这一类的，就为了怎么样呢？清清肠子，他说清清肠子，因为呢饮食结构上呢偏于怎么样呢？这个温热或者是补遗的药物偏多了，那么他认为呢阴阳的平衡不够，那就适当用一点黄连之类的啊这样的药物，认为有保健作用。比方说大黄现在的粉末，这个他已经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包括我也发表了同类的这样的论文，就是大黄粉末装入胶囊的话有很好的去脂作用，很好的去脂作用。所以这苦寒药苦味的药这个地方呢还是很有研究啊科研的潜力的，要挖掘整理提高它。这是我在补充呢，就是这个健胃的作用啊，包括我提到了大黄的这个去脂作用啊，都是在苦寒药里的范围，而且是大黄泄热力强于它的泻下力。辛温药，这比方举的是干姜半夏，在五泻心汤里面用的呢多数是用的生姜和半夏，这一类都是同样的。那么取它的什么呢？辛味药能散能行，就是能发散能行气，对吧？那么还能够怎么样呢？行水啊捐饮呢、啊、像小青龙汤里面用的那个行水啊捐饮呢、啊、温中散寒，燥湿化痰，在胃肠的这个疾病里面，呕吐血病篇里面要涉及的辛散温通的药物，就取它呢这个降逆止呕啊，是吧？而且通常我们看这个为什么餐桌上要备一些辛辣的小菜啊，或者是有的在那个烹调里面要加一些这个辣椒的这些刺激性的食物，也是能够呢增强食欲。所以呢这个辛辣之味多则为害，是吧？那么适当的这个食用也能够刺激食欲的。所以有的老百姓说，哎呀，你不让我吃辣椒那我也吃不下饭呢，是吧？这就是这个问题，辛辣的啊刺激食欲。那么总体来说这两类药物，当然我现在是以这个辛亥苦泻的代表药物来说，比方临床界讲黄连要配乌珠鱼呢，是不是辛亥苦泻呢？是不是也是这法子来的啊？比方说我不用黄芩黄连，因为它在下焦呢有影响，那我黄连配黄柏呢，这是苦寒药，对不对？就是说呢这个里面都有方剂能够找到，但是总起来它配的还是辛亥苦泻。比方要辛味药，我用泡附子桂枝呢来配它那个黄连黄柏呢也可以的，都属于这个法则内。那么它妙在哪儿？我认为呢正好符合脾胃的这个脏腑相合，一阴一阳，一升一降，完了的话一开一泻，一寒一热，看看这个配伍是不是这样对立统一。我再说一遍，两者配伍的结果达到符合脾胃脏腑生理特性，包括它对病理反应发挥什么作用呢？一阴一阳，一寒一热，一升一降，一开一泻。所以在这个治法里我给它概括是辛亥苦泻法，也就是呢对于中焦而治，就是涡旋中焦的作用。涡旋中焦
说是调理气机。所以肝虚治法里为什么说宜用甘味之药调之，刚才我讲人参啊大枣，在辛亥苦泻法里面它有补，更是调补之意，对不对？调补甘味，以甘味之药调之，宜用甘味之药调之。所以那个宜就是补宜之中，在补宜之中呢要调理气机的，不然的话这湿邪一个劲儿的是不是去补，它容易炼邪，湿邪不容易化除。当然这里头有辛亥苦泻法，有清热解毒，有清热燥湿，再加上它宜用甘味之药调之，补而不流邪啊，不至于湿邪不化。那么对于肠胃来说就是一种疏通肠胃增进食欲的作用，是不是这样？是吧？我再说一遍，它对中焦脾胃而治所要发挥的治疗作用，第一，涡旋中焦调理气机，升清降浊啊，升清降浊也是啊，这个按照它的脾胃之间的喜恶，要升清要降浊，要疏通肠胃增进食欲，所以这个法则非常的独具匠心。而且呢我刚才讲了以苦为主以辛为辅，那么这里呢就是辛散无结淫之弊，是吧？苦寒的话呢，就是这种配伍巧妙在哪儿呢？你也不要担心苦寒是不是伤阴啊，是不是啊，或者爱阳啊，心散呢这个温燥之性伤阴，是吧？这个心散就是温燥性太强容易怎么样啊，伤阴。那么苦寒之性呢容易怎么样呢，爱阳，是害及脾阳啊，是吧？这个意思就是呢这种配伍它不至于造成这样的啊危害，没有药害性的啊，不会因为药害或者是呢造成这个病情加重。所以这个目的呢就在于调和胃肠和肝胆气机，中焦的涡旋就是使它气机通畅。我们也在开始张仲景重视脾胃，叫做脾旺不受邪，五脏元真通畅，人际安和。脾胃为后天之本的这个地位决定了你在治疗的重心上，是吧？要放在中焦脾胃上，这个辛亥苦泻法正好是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设立的。那么临床应用的指征，是吧？我这拿甘草辛辛汤为例来说，第一个我说胃脘部的胀闷不舒，第二干呕或者呕吐，第三肠鸣或腹痛下痢，第四不欲食或饥不欲食。这个四个临床指征啊体现了它属于和解法的范畴。我们一说和解法就小柴胡汤为代表，现在我告诉在治法上辛亥苦泻的配伍也属于和解法的范畴，是吧？所以这里面呢这个我想讲两个呢就是临床应用的体会，一个呢就是比方说是看到的胆汁啊，反流性胃炎，他早晨起来就是干呕或者吐那个，哎呀那个又苦又酸的东西，那个胃非常难受，吃不出多少东西，特别是晨起特别遭罪。这个时候呢辛亥苦泻不管你是用哪一个方子，但是辛亥苦泻这个两个药对就是在量上你根据情况这保证好使，症状不管是对他的呕还是脘闷或者是呢这个胃肠不舒啊，这个便大便不正常都有好处，这个道理我已经讲过了。现在我要说的呢这是甘草泻心汤体现的辛亥苦泻，一共在张仲景的这个原著里面五泻心汤都有什么呀，啊，黄连大黄黄连泻心汤，夫子泻心汤，半夏泻心汤，是不是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其中呢大黄黄连泻心汤和夫子泻心汤
没有用甘草啊。其他的几个呢，比方半夏心汤、生姜心汤都用的呢甘草三两，就是这个甘草心汤在《伤寒论》里面，因为它治的是什么呀，虚脾，它要强调的是什么呀，从补遗的那个角度上考虑，因此它那地方呢就是重用四两的炙甘草。现在我请大家看咱们的甘草心汤也是四两，生的还是炙的？生的。所以呢你看名儿相同，组成相同，就在甘草上做的文章。你说张仲景有没有思考啊？有时候咱们给讲本科生呢，讲完了以后他不理解这个意思，他说咱这中医没法学，是不是啊？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连张仲景都是在伤寒嘛，甘草心汤强调它补虚消脾的作用，跑你这胡火病里嘛，甘草心汤又变成心开苦泻嘛，清热解毒燥湿去了。我现在呢就说区别点在哪儿呢，同样是甘草四两，那个呢虚脾强调的是炙甘草四两，而我们这里是生甘草强调的是解毒，而且配合心开苦泻的这个作用，这个一定呢。所以要说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呢，我刚才要强调就是人参大枣，它在这里面是易用甘味之药调之，是不是啊？来协助这个把这脾气，包括我刚才说的升降啊，那个气机的升降是吧，那么这个清浊的啊，这个分清啊，分清清浊，这个分泌清浊，在疏通肠胃这些功能上，那么使这个湿邪更好化出，也就是脾气健运，所以是个啊调补的作用，调补的作用。那么关于王子和先生的那个生炙甘草各半，这个呢也是取其他这个双方面的啊这个作用，也是很有道理的。如果说临床实践的方面，我也是最近这个在中医杂志上，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它有它实际的体会。时间的关系，我仅仅做一个简介啊。这个呢就是他介绍李东垣的方剂，从张仲景的这个基本的学术思想得到的启发。他认为呢，比方说九窍包括人体的眼耳口鼻咽喉二阴，这些诸窍因为它和呢脏腑之间有密切联系，那么这里的那个生理关系和病理影响呢，它就是说你病在窍，但是反映了呢五脏的这个病变情况，所以呢也应当引起注意。他这个立论呢就是从这个张仲景说五脏元真通畅，人际安和，勿令九窍闭塞，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呢，他立论叫做脾胃虚则九窍不通。我刚才讲的这个比方说食欲喉啊，食欲二阴呢、啊、讲的湿热为患，现在他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甘草细辛汤的启发下，他认为呢采用补中生阳泻热法，听明白了吗？就是对于脾胃虚弱造成的九窍不通，那么这个治法他认为往往比你呢按照常规啊疗法呢可能呢有难以取效的情况下，这个九窍病照着这个办法治呢就很这个啊这个得到满意疗效。他回顾了比方说这个张仲景在《金匮》里面，这是胡火病涉及的喉及咽喉包括眼目，这是不是窍病啊，对吧？那么呢再比方说像这个阴阳毒病，咽喉痛唾脓血，阳毒是这样，阴毒呢就是咽喉痛没说唾脓血，阴阳毒为什么出现咽喉痛。还有呢就是口舌干燥的病，消渴病有口舌干燥，淤血病但欲素水不欲咽，淤血的患病也是出现口舌干燥。还有那个在妇女病里面也是唇口干燥，这个那么回头的话呢他认为呢这个特别是常见的复发性口腔炎，就不是说上下联合病变的白塞氏病，而是复发性口腔炎，这在中医辨证里面大家都知道，一个是呢责之胃热，是吧？胃热呢熏蒸的结果，或者说呢心开窍于舌，那么呢心热也能口舌生疮，这就是心脾运热，这是咱们经常见，这是实症热症，对吧？还有呢就是气阴亏虚，阴虚火旺，有的你比方玉女尖那个症，这大家都知道的，是不是啊？
牛黄清胃丸的治牙疼治舌头坏了，是不是？这都是常用的方。现在我要说，就这些方，这种辩证方法不可取，疗效不行的时候，你怎么辨？他告诉你，脾胃虚就窍不通，那你可以这么考虑。那么他认为呢，就是什么呢？用生阳啊，就是补遗和生阳的办法，是吧？他给介绍的，比方说这个肝温生补选用的朱参芪啊，朱参芪就是常量黄芪20-30，党参15-20克，炒白术茭白术15克左右，朱参芪。那么再就是像砂仁是吧，5克10克。那么因为李东垣他善于用风药强活，10克左右，生麻是吧，还有那什么柴胡都是10克15克左右，根据情况。炙甘草也是属于什么呢，温补，是不是？这就是温补和生阳相结合。然后要泄热的话，其中呢，比方说黄连呢、黄柏呀，这是不是取咱们这个在温补之中清热清泄，他用的是黄连黄柏，都是10克15克左右。那么呢还用了什么呢，就是木通和竹叶。大家想复发性口腔炎可以考虑心热郁郁小肠的导滞散，它取其一半，用了竹叶，用了木通。我现在提醒大家呢，这木通因为它有马兜铃素的问题，对肾功有很严重的这个那个危害，所以呢最好用通草，尤其得给小孩用药导滞散的时候，你不要用木通，用通草。我记得呢在网上看到的就是告诫呢，冠心素化丸、龙胆泻肝丸对于肾功缺陷的病人要慎用，就是因为里头含有木通那个类似的这个马兜铃素。请大家呢就是在尤其临床医生知道，那病人他不一定明白，是不是？就是木通的使用，因为咱们讲中药的时候说呢，如果这个用量超过60克，有时候一次性就造成急性肾功衰竭，因此咱们嘛别积少成多，对不对？就是呢要慎用就行了。那么这个方子呢，它给你的体会呢，就是说，先是呢补中益气，在温补之中生体，是吧？完了回头呢再用清泻的药物，这样呢，对于这样的就是你按照常规来治疗复发性口腔炎无效的时候，就得考虑脾胃的虚弱。刚才我讲的什么呀？心开苦泻法从中焦而治，使它呢五脏元神通畅，溃疡呢能够得到修复。这个思路它是源于我们金匮的这些书啊，这些原文给的启发。他这个而且还总结了一下呢，说这个什么情况符合于这样的一个选择呢，就是一个是呢表现为你看他口腔的这个出现的溃疡啊，但是舌质怎么样呢，舌质淡或者淡胖，这不正是说明脾虚吗？一定是从舌质上表现脾虚象，舌质淡或者淡胖，舌苔有薄黄或者黄腻，但是呢食少便溏，就舌苔是假象，不要迷惑，一样要用温补生体。这样呢就对于反复性的啊这种口腔炎，那么它这个呢实际上是从脾胃而治，就是说呢他说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也不能充，脾胃虚则九窍不通，阴火乘其土胃，还是从生科治化原理来给分析的。好了，因为脾温论呢它直接呢这个源于张仲景的这个，所以呢它这个对于标本兼顾重视治本，在这个法则的运用上集中体现了我第一篇从总的思想学术思想上给予举例了。下面呢我来分析下面的外治法，就是呢第11条、11条、12条两条都是论胡国病的外治法，它这个排列也是很讲究的啊。内服主方说完了，得内外合治，外治法是什么？11条说：食于下部则咽干，苦参汤洗之。首先说的是一个洗方。外洗的话选用的是苦参，苦参这个药属于苦寒性质，而且是一个呢清热燥湿包括杀虫解毒。
功效就是这个。清热燥湿，杀虫解毒，因此这个方也就有这个作用。那么现在我要分析的什么呢？为什么他说的食于下部，完了之后咽干？首先我们说下部到底是前阴还是肛门，这就得和十二条呢互文见义。十二条说的是什么呢？食于肛者，因此这个食于下应该是前阴食烂啊，这个症候啊，适应症。第一，必须是前阴食烂，用苦参汤洗。那也就是说呢，狐惑病必须是上下联合性病变，光前阴食烂不叫狐惑病。上面是咋样啊？没到咽喉的那种生液，是一个咽干口燥，是吧？也表现为呢有湿热熏蒸的这个熏蒸于上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上下联合病变。也等于提示了，在上一条的基础上，如果前阴食烂，包括没达到食于喉则生液，也可以怎么样呢？配合外用药，所以内外合治。现在告诉你用药的话，苦参洗之。这苦参怎么办呢？就是把它呀，那个一般来说就是为了使用方便或者多次用啊，普碱莲嘛。就是呢你这个苦参呢也可以开它几两，一次用五钱。我们黑龙江的五钱就是二十五颗。南方要是一颗一千三颗的话呢，就是三五一十五颗，是不是？对于女性的话呢，这个量保证合适。啊，对黏膜的这个病变，就我说这个量都行的。怎么办呢？你让它用纱布包起来，放在那个水里就煮二十分左右，不用急火，就是呢平常的火，不急不温的那个火啊，就是不温不捂的火，平常的火，煮二十分钟，然后把这小药包拎出来，拧干以后拿个新的塑料袋罩起来，放在冰箱冷藏，就是每次都煎煮新鲜药液，一定按照这个无菌操作的办法从里向外洗，是不是啊？这样，这个苦参汤的洗法。这个呢包括我们这个讲义的病案举例，第一个举的是一个滴虫阴道炎的问题。他认为你别看是治上下联合病变的狐惑病的苦参洗法有效，他还介绍了用灭滴灵，是不是、啊、不好使，现在就是甲硝唑替硝唑类的啊。那么呢不好用的情况下，苦参汤洗之而愈。所以这个呢对妇科病变确实疗效肯定，就是这个。来源于张仲景在《狐惑病篇》里面就把这个苦参的洗方拿出来了。下面我再请大家看一下教刊。苦参汤洗之后，照科本缺，就是说呢，这咱们现在不是赵开美的影印本做蓝本吗？他那个原书上没写方，所以咱这块就缺如了。缺如呢，现在教刊正过来，现在就是上次我给大家介绍的那个后边选注，是不是啊？其中呢有徐中可、沈木南、尤在京，包括金剑啊，金剑是吴谦等人，他们的注本都写了这个方到底是怎么用的。看苦参汤方，它这没有冒号啊，就是苦参汤方，这怎么事呢？苦参一升，以水一斗煎取七升，去掉渣滓，完了呢熏洗，还可以怎么样啊？日三服，也就是说呢，既可以外洗，也可以内服，这个就是这个单方也是有效的。那么反过来说，苦参汤不是就是这个刚才我讲的内服主方里面，你也可以把苦参加进去，但是内服的苦参量一定要控制，多了的话令人呕吐，它是真苦啊，是不是啊？本来就已经有黄芩黄连了，可是啊，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地方呢要内服的话，他还说了日三服，取其什么作用？就是清热解毒，是吧？清热燥湿，杀虫解毒全有了，所以这苦参药既可以外用，也可以内服。我看呢，就是皮肤科的那些大夫们特别愿意用苦参，是不是这样
啊。再一个呢，我还想说呢，因为那个他这个病例里的举例啊，他说呢是甘草心心汤、赤豆当归散两个方，把我这两个内服方全合到一块儿，加上土茯苓。我告诉大家，清代的时候，因为梅毒病的那个治疗的验方里头，它离不开土茯苓和什么呢？地附子，这也算一个对药。光介绍土茯苓是不够的，这个两个药合起来，要是洗，包括你苦参汤里头加上土茯苓、地附子，那疗效就更好了。如果说各种情况的阴道炎，为了止痒，后面我们妇科病那个洗药我再介绍还应该用些什么。现在我说他这个方子里头，他这是内服方里就把土茯苓加里了，外洗药也应该是土茯苓、地附子，吃的药也应该是这样。当然我再声明，就是说呢，我刚才说梅毒治疗有效的方药并不证明狐臭病是梅毒，所以呢在临床诊断上，第一是白塞氏病，这诊断得明确。第二的话，一定要排除梅毒，要做血清的梅毒反应的人，梅毒血清反应是阴性。这个呢，一会儿呢讲完整个的时候，我再和白塞氏病这个以及临床的鉴别诊断再联系起来说啊。现在就讲到这儿。第十二条叫做什么呀？食于刚者，雄黄熏之，是不是啊？这个雄黄的作用和我刚才说的这个苦参作用是一样的，它的作用力更强，是吧？杀虫解毒燥湿啊，这个解毒力更强。那么因为它这个力量强的话呢，完了它在这个使用上啊，它就比较讲究，先看这个方啊。我为了是这个局部用药，对这肛门直接作用，采取的上一味为末铜瓦两枚合之，完了烧向肛熏之。什么意思呢？这个过去这个我估计北京这四合院上面都是那个瓦，是吧？青瓦，青瓦它讲阴阳瓦，阴阳瓦两个合起来的话，是不是就形成这样了？上下一合，两边就是孔呗，是不是啊？就像个坐在那块，它是让你把那个药啊放在下边那个瓦的中心上，然后点着让它冒烟儿，来熏着肛。那么实际上烧着以后呢，实际这个瓦也就烧热了，它不直接不至于造成那个灼伤，是不是啊？完了回头这烟呢还照样呢对肛门有治疗作用。这个呢在外用法上，张仲景的这个剂型啊是真是啊够齐全的了，够齐全的了。但是他的这个思路就是以病灶近处，是不是啊，让它吸收的快，取其速效。这个实际上也是很方便呢、啊。现在咱们倒不是非得用瓦来那个熏，但是你要是有雄黄的这个办法，外科人外科大夫还会用雄黄啊。这个他这是采取的是叫做熏法而不是洗法。雄黄在这个中药学里面是放在外用药里面，而且认为它有毒，是不是啊？让审用。但是张仲景这块他告诉你这么用是外用，是吧？这个地方应不应该有上下联合病变呢？请大家看一下小字脉经王书和怎么说。病人或从呼吸上失其咽，或从下焦呢失其肛阴，食于上为祸，食于下为狐，狐祸病者猪苓散主之。脉经的猪苓散，这个回家自己查一查这个成分啊。那这个它也是一种内外合治法，是不是这样？那个上下联合病变，他认为是呢肛门实烂，上面是咋呢咽喉实烂，完了呢外用熏洗，外用雄黄熏法，内服呢猪苓散。好了，这就是外治法呢介绍到这里。十三条专门来论述在狐臭病酿脓时期的临床表现，特别是眼目的症状是什么特点。原文说，病者脉数无热微烦，默默淡于卧，汗出，初得之三四日目迟如鸠眼，七八日目似自黑，若能食者脓已成也，赤豆当归散主之啊。首先来说呢，这个病者脉数无热，
个里面呢，它有点呢，就像鉴别诊断似的，看见没有？狐惑病的病人，他脉怎么说呀？脉缩应该意味着里有热，但是呢，这个他又说无热，是说明啥呢？湿热在里，而且比较盛，他才脉缩，对不对？这个热不是单纯的热邪，是和湿邪、呼血在一起的那种湿热，还是在里。而且湿热比较怎么样呢？湿热比较盛，所以脉才缩。这个无热是指的肌肤无大热，你摸起来或者是体温没有。原来我们说壮如伤寒，它可能还有热，有低热或者其热不扬。现在呢，发展到后期阶段，湿热的这个内蕴的或者湿热重毒在里没有改变，甚至于有些热盛的情况，脉缩，但是肌肤无大热，这是一个疑似症啊，请大家注意，它是这么写的。然后说呢，微烦慢默默淡于卧，汗出。默默是他原来有的症，我们已经说了，他是在肝经的病变嘛，这个没有改变，所以他仍然有精神抑郁的情况，是吧？微烦，湿热本身他就令人怎么样啊？烦躁不安的。他原来他也是，是不是啊？卧起不安呢、啊？默默欲眠呢、啊？目不得闭，卧起不安。现在这个烦的劲儿怎么样呢？倒不太那么严重了。烦的程度，刚才我给概括的那个焦虑、不安、失眠、烦躁，现在是变成啥了呢？微烦了，这症不是主要的了，轻了相对。尽管有湿热偏盛的感觉，脉的缩，但是这个精神恍惚症比那个先前的时候、早期的时候相对来说轻微了。还有一啥，你看，这不也是吗？淡于卧，就是想躺，懒洋洋的想睡。实际也有睡不好的情况，但是这些症都比先前那个精神恍惚症呢略轻了，略轻了。这个呢不是说他有好转的情况，而是说这种湿热之邪呢已经局限到眼目来了。汗出是什么道理？嗯，无热，已经说了无热，结果呢现在又汗出，嗯，病邪不在表，是不是？血分呢有热。啊，血分有热，病邪不在表，血分有热。这个血分有热的话，这是无热和这个，这是表现在眼目初得之三四日。我刚才已经说了，这就是三四日初得算早期啊，胡病的早期症状，七八日为晚期啊，就发展到一定的时日、一定阶段了。而不拿拘泥于三四日和这个七八日。我说凡是他这个文中所看到的有关日期的问题，大约的意思，约略数啊，因为后面篇章还要涉及，我就不再讲了，都这么理解。现在要说目赤，是呢，他说如酒眼，这个我曾经在这个综艺杂志上，在很多年70年代的时候，当时上海的金树山教授啊，当时老院长，他嘛就是讲金龟的时候呢，他觉得这个鸠眼到底什么样，他就上上海的动物园，特意去问人家动物学家，就是研究动物的，斑鸠都哪一类，哪一类的斑鸠有红眼睛。后来他明白了，斑鸠啊，咱们词解就说那什么呀，看看，鸠眼是鸠是鸟名，俗称斑鸠，其目色赤。斑鸠啊，它两种，一种呢那个眼睛是褐色的，赶那个看这个木痴的这种斑鸠呢，它特别注意了，赤在瞳子，就是在那个瞳仁的中间那块，它是红眼睛的。这个嘛，这个形容呢非常的准确，非常的准确。到它严重的时候，虹膜睫状体炎，真就是这么红，就红到。这情况你看，像有的时候眼部的病变，咱最先看的呀，有的是结膜炎，那个好像吧，和咱们的红眼病你就不好说了，它到底是狐惑病来的呢，还是红眼病传染来的，不好说。它明显经常看到的是睑缘炎，烂眼边，就是这个西医眼科里面它叫睑缘炎，就是眼睑红一圈，就是烂弯弯的红，这个是最常见。还有皮肤的损害，看到什么呢？它就是这个
肩板的地方出现接肿，还有这样的，也是眼部的病变，也是红肿啊，疼痛啊。所以目赤不一定非得是在这个眼睛这个地方，也有的在眼周围的就是睑板的地方出现接肿，皮肤的损害也有的啊。还有呢，能够看到的就是角膜，我看到的那个比较严重的呢，那个都已经几十年，他本身是西医啊，他那个因为他是鲜族人，完了回头他一辈子他就是老在用青霉素啊和这个激素联合，就是抗炎，他就是那么治，因为他本身是西医，也没控制住。那么呢，他到我们这儿来住院，住了2个多月，确实给他缓解，但是眼睛的病变已经那样，他不能改变了。在哪儿呢？就是角膜上形成云翳啊，这所以角膜的病变也有红膜睫状体炎，再么就是前方肌脓了。所以眼部的病变啊真是多呀。那目赤如灸眼呢，是形容早期的话呢，就是一个什么呢，热毒是吧，造成的呢这个红肿热痛，它这是目赤来形容呢，以热盛啊，湿热运动起伏造成的。到7、8日目四自黑，我刚才已经讲了，这个黑它和淤血相关，湿热热毒和淤血相搏接，和淤血相搏结以后，中医的这个为什么形成溃疡，他就认为呢肉腑成脓，是不是就是湿热运毒啊，肉腑成脓或者说溃腑成脓都行。这个呢基本上是按照内经书呢庸举篇嘛，庸举篇的那个病机认识，就是必须是热毒和淤血搏结在一起，是吧，他才能够啊溃腑成脓。这将来是什么肺痈啊肠痈啊都要涉及这样的一个病机认识，就是怎么能够成脓啊。现在在眼部的病变就是这么造成的啊。我们这个讲义的话呢，他也提到了目赤自黑的颜色发黑，表明淤血内积脓已成熟啊，脓已成熟。那么现在这个条文里的疑点就是若能识者，我就不写了啊，我来讲，若能识者脓已成也。实际上呢，不管是眼部成脓还是呢肛阴是吧，前后二阴成脓，肉眼一观察就看见了，对不对？不用去问病人你是能吃饭呢还是不能吃饭呢，实际上饮食的情况和成脓也是没有直接关系。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写呢，就是呢当你湿热内蕴的情况，那么对脾胃的影响非常大，就湿邪湿热困脾嘛，他不欲饮食，勿闻食嗅。那么到眼部的症状呢明显的时候，这种湿热呢已经怎么样啊，积解到局部了，对脾胃的这个影响相对怎么样呢，减弱。因此他恍惚症啊还是不欲饮食勿闻食嗅呢，就比先前呢轻了，跑到哪儿去了呢，局部病灶严重了。所以呢他要把他说这是脓成了，脓成的时候怎么办，持豆当归散主治。持豆当归散三个药，吃小豆就咱们吃的那个红小豆是吧。那么请大家注意，红小豆它里边有一个要求，把它浸湿令芽出爆干。这个芽出到什么程度，我临床呢就根据我的老师他告诫我的，我也试验了好多好多，包括不是这个病的，就大肠的这个病变，肛门的病变，排便吧有一种粘滞不爽的感觉，便了还不是拉痢疾，不是里疾厚重，就像便不净似的。按照呢这个大肠湿热下注造成的，你就单用吃小豆，就照他这办法，什么呢，用水浸，就像咱们生豆芽子，但是你可不能像豆芽菜那么老长的那个芽，现在就是把那个胚芽给它崩开，刚崩点小芽，现在就怎么样呢，他当时是太阳晒爆干，是不是啊？咱现在好多招啊，生芽子也有招，对不对？你要想爆干呢也行，我从患者呢我教给他以后，他自己摸索出经验，我说那挺好，你说的挺对。他说什么呢，芽呢是照着这办法上个湿热的地方赶紧叫它闷开完，然后爆干吧，它有烘干机啊，干了吧，干了以后呢，他说我颜面还倒费劲，我干脆闷了芽的时候，我就干脆拿那个就咱们做豆浆用的那小粉碎机，直接我就研成面，然后我再烘干保存，
散剂，你看咱也进步了吧，现在应用它这个古方，就像我说那个大便不爽湿热下注那个样的，他觉得真好，他说真没想到，说这个这，他还说我你真神呢，你咋那么多呢？我说你得感谢张仲景，张仲景书上告诉我的，吃小豆有这作用，所以我也建议大家什么呢？常吃点吃小豆，就是豆饭啦、豆包啦，是吧？我觉得呢，豆饭特别熬粥，真就是把你那个湿热有利于排泄，是不是？现在说的吃小豆的作用，咱们是在清热利尿药里面讲的，就是说丹参利水药那一类作为吃小豆是清热利尿。也就是说呢，使这种湿热从小便排出。那么当归，大家都想，当归呢，它是在性味上非常有意思，就是甘温能够怎么样啊？能够补血，是不是？苦温呢，能够行，就是能够活血。因此呢，又能补又能活，所以呢叫做补血啊，或者说叫做补血行血，是不是这样作用？所以说丹参一味共同思物，实际当归本身有祛瘀生心之效。在这里面取当归不是补血，而是呢是怎么样了？既补血又行血，去瘀散心，瘀血去，心血生。现在不是讲瘀血和湿热伯结了吗？才成脓了吗？那么当归在这里就是去瘀生心的作用。可惜啊，它这个没有量，大家看见没有？当归是用多少啊？这里面教刊《千金药方》卷十，这就孙思邈他有张仲景杂病的文字，这块体现出来了。这个孙思邈说呀，当归用三两。这个《金匮要略》金释呢，就是我提到的选注里面，是贵阳的一个老先生，他呢就是写的金释，他进行校勘，就是在版本学上，一个是宋本的，再一个就是谁呢？玉桥本，这个当归他标的是十两，这个比例啊比较合理，啊，请大家回去算一下这个。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方后注里面说上两味储为散，这不是研成末了吗？是吧？然后呢姜水服方寸米，得用姜水啊送服。咱们现在没有姜水，但是得知道姜水是什么作用啊。那天我是讲的泉水的作用，对吧？现在叫姜水，首先看词解，什么叫姜水呢？姜佐也，是吧？本草纲目称姜水，又名酸姜，在我们东北他们以前呢很愿意吃这种做的食物，但是呢发酵过分就有毒了，所以曾经有过食物中毒，就是因为那个酸姜嘛发过劲了，变成有害的了。那么这个呢就是他给引了，怎么做成的呢？就催熟米熟，这个熟米啊是那个就是大黄米，就是那个做那个粘豆包那种黄的那个米，把它怎么样呢？煮熟，煮熟以后呢给它放到冷水，一般那个农村呢他要做这个粘豆包的时候呢就给它放到那缸里，完了用凉水浸泡，泡完了泡几天以后怎么样呢？就泛起那白花了，就是内部就发酵了，是吧？你看热米在那凉水，它就是一种滋的感觉啊，就是把它通过一个发酵过程完了使它变酸。他说浸泡五六天味儿就酸了，生出白花，完了像姜子一样那样，所以叫姜水。这个姜水有什么功效呢？也是清凉解毒的作用，因为它毕竟是湿热之邪呀，是吧？清凉解毒。现在咱没有那个，那你还得是告诉那患者自来水熬药，那你可以在这其中加一些什么呀？清利湿热的药。你比方上次咱们讲的薏仁，偏肝温胃寒，对不对？清利湿热。清利湿热的药，比方说在下焦的话，辟泻行不行啊？是不是？那个也属于那个。所以吧，就是你得看它到底是前阴还是肛门，这个呢你就可以呢进行加减。而眼部的症状，那么就刚才我介绍王子和老先生的那个，是不是啊？那么清上焦你可不可以加酸花呀、连翘啊，甚至公英啊？清肝经湿热，龙胆泻肝呢？我现在体会呢，现在因为咱们这个四个方全讲完了，临床应用，这个我在昨天简介说了，内服的常用方甘草细辛汤，当眼部的症状明显的时候呢，可以用什么呀？吃小豆当归散，对不对？外用呢就是喜方苦参，熏方雄黄。现在我说呢，比方说这个病它为什么难呢？因为呢诊断上困难，它不是说一下子就出现了三联或者两联，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当他口腔溃疡刚起来的时候呢，这病人往往上口腔科了，
或者一般的内科治疗，是不是啊？它和单纯的口腔炎是有别的，但是你不能识别全过程的时候，可能误诊它就是一般治疗。有的呢，外阴的时烂，女同志呢就跑到妇科去了，男同志呢他就跑到那个男性科去了，肛门的时烂呢他跑到那个肛肠科去了。还有的病人表现为关节的病变，他可能出现呢结节性红斑，就按照风湿性关节炎那样去治疗，所以用激素啊，是吧？用这个抗菌素联合治疗抗炎，有的时候也没有效。这时候可能有经验的医生，他说呢，你应该去做一些什么，比方说心功能的检查呀，是不是？做一些这个梅毒血清的这个反应的检查呀，是不是？再看一下这个周围血管的病变情况。抗欧的试验是不是啊？包括那个就是在关节炎那方面，比方说类风湿因子啊，都可以测，就是为了鉴别诊断。这些都不是的情况下，他才考虑呀，是不是白塞氏病？这听明白吗？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咱们有的时候可能在早期如果是这样情况，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病因病机的认识是肝经湿热，应该首选什么方子啊？龙胆泻肝，是不是啊？龙胆泻肝，肝经湿热力能排。这是一个，再一个我刚才讲他发病的整个过程必然要走向血分，因此呢也可以用芩连四物汤。所以刚才我提到的什么酸花呀、公英啊、连翘啊、薏仁啊，什么包括土茯苓啊、地肤子啊、辟泻呀、啊、反正有利于湿热去掉，你就选用加减，是吧？包括藿香啦、佩兰啦，这样芳香化之药也是很好的。如果说脾虚也可以砂仁啊、白蔻啊，这样。时间关系先讲到这里。